好，现在是第三本书，小石要介绍。我喜欢这本书是因为它也是 Dude， 对不对？对，它有一个 lock。啊哈，这本在哪里买的？在 Book Fair。嗯，学校的 Book Fair， 对不对？只是因为你喜欢那个 lock， 所以你就买啊、哦。里面的东西你都不喜欢吗？里面的东西我喜欢。哦，它里面都在讲什么？也是很 crazy 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好。然后就是 Big Book of Wisdom， 这个是小子很喜欢的书，对不对？嗯，看了好久好久，跟星际大战那本一样，都看了好久。你看，因为全都是字哎，里面都在讲什么？都在讲小朋友喜欢什么啊？不是吧？都在讲小男生喜欢什么吧？哦，是不是？嗯，例如讲了一些什么？你今天跟妈妈说臭鼬怎么样？臭鼬的天敌是猫头鹰还有车子。啊哈，臭鼬的天敌是猫头鹰还有车子，也是从这里面学的，是不是、嗯、还学到什么一些奇怪的东西？还有 astronaut 不能打嗝，如果打嗝会把全部胃里全部的东西都打嗝出来。什么叫 astronaut？ astronaut 就是太空人。太空人。嗯哼，还有没有什么要跟妈妈介绍的？嗯，没有啊。就这样子啊、哦。嗯。嗯，所以哪一个是你最喜欢的这四本书？第一喜欢的是什么 ？Star Wars。第二喜欢的 ，Big Book of Boy Stuff。好，然后再来是 Dude， 对不对？谢谢。谢谢。